你看是不是很像肉？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手撕杏鲍菇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把杏鲍菇去掉头尾，清水洗净，揪住一端撕成一条一条的。我觉得我喜欢你太轻浮，我爱你又太沉重，那我给你做饭刚刚好。配料表在这里了，要做好笔记。这个配料用来做油泼面也是超好吃的，爽口开胃，热量还低的手撕杏鲍菇就做好啦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